你们都拿好武器，一会儿去彭坚的夜总会，抢他老窝，把彭家赶出他人界。好，想打彭家主意，有没有问过我？ 怎么，穿得像黑寡妇一样，很寂寞对吧？想找男人陪你呀、啊？<笑>我不是要一个，我要所有人都去给靖祖陪葬。寡妇的胃口真大，给我好好照顾她。<笑><笑> 金家也不会放过你。错，是我不会放过你的金家，还会一个一个杀掉，跟你的下场一样。啊啊啊啊